第二十五届台北电影奖最佳男配角得奖的是本日公休傅孟博。不孕不火，含蓄内敛的黑手暖男傅孟博的演出和角色紧密扣合，几乎看不到痕迹。几场与陆小芬的对戏，感情真挚，也让本片特有的台式人情味格外动人。我没拿过，蛮重的。其实我每天直到入围开始演戏之后，对，开始演戏之后，我在遛狗的时候，我就很常，我家很黑，我就会做这个动作，然后幻想自己在台上讲得奖感言。好，谢谢，我们请工作人员送上麦克风。我们想请傅孟博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刚刚在台上提到，就是你就是自己内心就想了很多版本，就是半夜的时候会想，就是内心的得奖感言。那你刚刚在台上，刚刚在舞台上讲的那个版本，是其中的某一个版本吗？还是它是一个胡乱的集大成？对，它只是把，我只是把我的那些混乱全部乱讲一通讲出来。因为后来几天就觉得啊，不要想这些好了，看自己当下会有什么心理的状态，给自己一点乐趣吧。所以真的没有准备？没有准备，但我漏了两个我想要谢谢的人。好，请。三个，不对，很多。二十个也可以。好，就是我，当然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爸妈。那我也要感谢带我入行的宝旭姐，那我也要感谢我的经纪人安安，对，这是我刚刚在台上应该要讲，但我没有讲，但是他们是我真的从第一个幻想的版本到最后一个版本都没有漏过的人，但是我在台上却刚好漏了这些人，这样子。好，幸好在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再说一次。对对，好险好险。那也可以想请问一下，因为你得到这个奖会有一个虽然不是很大笔的奖金，但是这个10万块，现在想到有什么想拿来做的事吗？他们说会扣税啊，那么很好啊，那请大家吃个东西咯，再看可以捐给什么动物之家之类的咯，因为我生日的时候我的粉丝有帮我捐了一笔钱给我之前常去拍戏的时候有去关注的一个狗园。哇，我觉得超感动，虽然数目不是很多，但我觉得那个心意让我非常的感动。然后昨天他们在入围酒会的时候有把收据送给我，这样子让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他们的一个交代，这样子。嗨，大家好，我是吴宗宪，是哪个？我是徐乃麟，我是台湾熊秀，我上单碧红，我是蔡康永。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S， 我们是号角响起。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伦，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李家杯就和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恭喜三立新闻网10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岁生日快乐！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哇，好快哦！生日快乐！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